据天眼查数据显示，3月26日，霍尔米斯米果文化有限传媒公司发生工商变更，邱晨卸任总经理，由胡劲松接任。霍尔米斯米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，注册资本300万，法定代表人是朱莉，最终受益人为马薇薇和马东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广播电视节目制作、企业形象策划、企业营销策划、文艺创作、公共服务关系等。天眼查股东信息显示，该公司是由天津米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资持股，后者的最大股东为米味传媒的运营主体北京米味传媒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61%。据了解，米味传媒先后推出了《奇葩说》《奇葩大会》《饭局的诱惑》《乐队的夏天》等原创网络综艺节目。环球网3月17日报道，编类节目《奇葩说》第二季冠军邱晨被网友扒出曾多次发文支持非法战中，并创作相关的宣传制品。此前，邱晨发文致歉，退出公共视野，不再参与任何节目录制。